上个月呢，一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一共是3111起，有4300。昨天，中央纪委再次敲响了节前警钟，部署纪检监察机关在节日期间，部分干部违规拥有多套住房，有索拿卡要、收受红包等，各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拿出了解决方案。政风反腐无疑是近几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大事。从18大到现在，3年多时间过去了，政风反腐的成效如何？有权评价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动真格，这就是我们的新一届动真格的，所以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周永康，那么这些人物，这些老虎都能够把它敲出来，这个动作是非常大的。公馆之后，公馆旅游的少了，还有一个就是公车私用的情况也少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亲朋好友在节日期间去吃饭呐、或者说是这些的话，看上去反正好像包间或者说是这些区确实没多少人占用，而且占用的都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对我们普通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可能说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需要通过跟有权有势的人建立关系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发展，而是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影响。3年多来，公众一点一滴地感受到政风肃纪所带来的变化。通过一系列惩治腐败的有力举措，不敢腐的氛围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持续推进，目的是从治标到治本，逐步实现不能腐、不想腐。而这其中一种被称作四种形态的全新监督执纪模式，正越来越显现出效果。领导从来没这样跟自己谈过话，这种谈话这是第一次，很严肃。冯丽是天津市戒毒管理局的主管领导，在基层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已经有20多年。2015年12月的一天，他的上级部门天津市司法局的领导因为一封举报信找他谈话，这在他的工作经历中还是头一回。冯丽认为举报信反映的问题完全不属实，心里觉得很委屈。当时一接到通知说让我去这个领导找我谈话，了解一些这个举报自己的问题，觉得这个有些心里委屈，就觉得自己那么兢兢业业辛苦苦的干工作，再有呢心里也挺担心的，就觉得这个组织上对这种举报会不会领导对我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和看法。举报信反映的问题是说冯丽私设小金库，冯丽解释说实际情况是他在监狱管理局设置了一个奖惩机制，把一部分干警的绩效奖扣除以后发给另一部分优秀干警，目的是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天津市司法局领导和纪检部门经过调查确定，冯丽所说的情况属实。不存在为领导个人谋利的这个机会在里头，因为他整个这个运作过程都是由绩效考核办来操作的。这种做法呢，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是呢，没有政策依据。我们经过研究呢，对这个采取这些做法的这些基层单位啊，余力都取消了这种做法。被谈话人呢，也应该意识到，我们采取这个各种管理措施，调动干警积极性，采取的这些办法措施呢，还应该更加周密，细致的研究，符合这个政策规定。这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司法局领导和冯丽做了深入交流，告诉他组织认定举报问题不属实，不要有任何心理包袱。但这个奖惩机制没有政策依据，今后一定要注意对照各项政策规定。通过这次谈话之后呢，我的所有的这个原来的担心
原来的心理包袱就都放下了。我觉得这个组织啊，对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还是高度负责的，不仅是这个给我们对一些这个举报的问题进行核实澄清哈，还以清白，另外呢就是说还及时的对你进行这个批评提醒帮助，那么让我们呢在今后工作当中呢都能够更加的依纪依规，是对我们这个广大党员这种爱护和保护。你是否存在获得个人利益的情况？不存在。中心其他人员是否对有问题反映的党员干部及时批评教育、谈话函询，这是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清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四种形态是从党的历史和从严治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只是反腐败，而是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靠纪律和规矩管住全党，防患于未然。我们做了一下统计，是吧？这上半年我们在这个四种形态处置当中，第一形态是占了60%，第二形态是占了28%，第三形态是占了8%，第四形态是占了4%。我画了一个图，我基本就是一个金字塔形，因为大多数一形态60%嘛，多数都是通过这个一形态把它解决了，这个环节把握住了，那我想今后第二、第三、第四也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工作方法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全面推开。据统计，从2012年12月至2016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处置反映中广干部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2759件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22.7万件次。四种形态执纪监督方式也是在对全体党员不断做出重要提醒，不要再以为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是大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党的纪律就是底线。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度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份只有15条、总共900多字的纲领中涉及纪律的就有6条之多。从一大党纲到18大党章，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其中涉及纪律的内容不断在丰富和发展，但精神实质始终没变。纪律这把尺子始终是用来衡量党员行为的底线标准，是党员不能逾越的高压线，也是一个政党的生命线。严明纪律应该是在一个政党建设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个位置上。从我们现在查出的一些落马官员的情况看，就是出现了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都是有一个他的违法是从违纪开始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党员干部如果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就必然精神懈怠，淡化党的观念，漠视党的纪律，最终滑向违纪甚至违法的深渊。十八大以来，
这个总书记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中纪委提的这一系列要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有些纪律有些要求我觉得太严了，我当时真是想法，所以错可能也都错在这儿上。吕希文，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2015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经查，吕希文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多项纪律，其中部分问题涉嫌受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领导干部的这个违法违纪的这个行为轨迹，一般都是从收受礼品开始，从小东西开始，直至贵重礼品，直至巨额贿赂。李旭文也是这样一样的轨迹，在他的住房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尤为明显。他从相关企业低价购买了多套住房，第一次购买完之后，他又觉得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再购买一套，第二套买完之后，他又觉得可以再要第三套，依然是低价，第三套之后又有第四套、第五套。吕希文购买的房产地处北京二环的黄金地段，是由北京市西城区区属的国有企业金融街集团开发的高档住宅小区。吕希文在担任西城区和北京市领导期间，对这家企业的发展曾经在工作上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扶持。金融街集团为了表示感谢，告诉吕希文可以以内部价格购买一套住房。吕希文自己买下一套之后，又提出还想要再买，陆续为自己的家人亲戚以低价购买了五套住房，其中在他自己和直系亲属名下的有三套，他买下这三套房的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相差达到2000多万元。我跟你们说个心里的，你们说的可能都不信，我真的不好意思去真的去打听这个房子和说我到底给我优惠了多少钱，我至始终我没有去，我根本不敢去打听，真的，我真的就不敢，我说我有点挺怕面对这个什么的。虽然内心深处其实感到不安，但吕希文一直用内部价格、企业优惠等说辞来从心理上麻醉自己。因为从吕希文内心来讲，因为他也觉得金融街集团是在他的一手扶持下发展壮大的，给我提供了住房也是正常的，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就没想到你的权利那是党和国家赋予你的，人民赋予你的，你为这个企业提供帮助，那你的职责所在，你的本职工作，那么你获得的好处是落在你个人名下了，那么这就模糊了公与私的概念和界限。从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从违纪走向违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央纪委调查发现，吕希文所犯的错误集中在他从西城区调到北京市担任领导之后。在西城区，他也曾经作风朴素、务实肯干，但随着职务的晋升，他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渐渐发生了变化。李旭文在组织审查的过程中曾经谈到，他在西城区工作的时候，别人都说他很土，但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是，土就土吧，让他们去说吧。但是当他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市委重要领导岗位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慢慢接受别人对他的服饰、首饰、用的皮包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的评价，他更在乎了，慢慢就接受了互相馈赠礼品，互相有经济往来，进而慢慢的
有了巨额的相互的利益的输送。担任北京市委领导之后，吕锡文身边逐渐形成了不少小圈子，他爱打网球，爱好中医养生，身边就聚集起了一个网球圈子，一个养生圈子。她的丈夫是做红酒生意的，他们家定期会举办品酒会，于是又形成了一个品酒圈子。这些圈子实质上都不是围绕着兴趣爱好，而是围绕着她的权力形成的，但吕锡文并不把这当回事儿。原来我也不认为，我说这有什么，都是朋友。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希望你有所求，他来迎合你，拉近关系。就这一个打网球，还有多少人为着网球能围上来？所以真的，所以我是觉得时时刻刻都得注意，就有些事儿他不当事儿，他有可能后就跟着很多挺可怕的事儿，就你可能不精心一个事，后的跟着不定多少利益就转了。搞小圈子，生活奢侈，贪图享乐，这都是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而吕锡文直到落马之后，才真正去思考纪律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反思这些小圈子的生活方式对自身的影响。确实潜移默化，说你去了有些场合，我觉得哟，生活可能还可以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你别看这个生活上这个奢华和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对人的作风、人的思想、人的价值观，真的有影响。就是你自己享受的这份过这个东西以后，你自己的追求，你包括自己的人对社会、对人的很多想法会变。你眼睛看的是上头，追求那东西是那种。跟老百姓太远了。去年吕锡文回了一趟当年插队的农村，看望了自己插队时住的那户人家。在接受纪委审查时，他忽然回想起和这家人见面时的一个小插曲。上了一趟我插队那地儿，看了看我那老婶儿原来住那个，老婶儿就说，媳妇儿啊，我上你什么时候上北京上你们家看看。我真的不敢接话，我觉得这，因为我在他们家呢，我也看他那个生活条件和什么，他要上我们家，我心里咯噔，我真的不敢。我觉得这个确实反差比较大，和什么人们的生活和自己的这个，所以纪委同志也说媳妇儿，你想想，你这个这么着把这个房子都拿了，老百姓买房子是个什么心态？你不让老百姓烦你啊？哎呀，真的，就真的这么想想，我是真的是觉得，真的后悔死了。最初被纪委立案审查时，吕锡文还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错误。中央纪委办案人员让他对照党章和党纪仔细反思，当真正一条条去对照，吕锡文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很多条纪律。我觉得是。始终真的牢记党的纪律，你要有约束力，要对这要有敬畏，对权力这个使用上时时刻刻要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我现在也想了，真的有一点点的放松，最后那种真的就真的是后的是万丈深渊。一些党员干部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往往为时已晚。从执纪监督角度来说，如果能在党员干部违纪之初就及时提醒，或许他们就不至于继续滑向违法的深渊。如果等到问题极其严重了才引起重视，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党组织来说，代价都太过沉重。你像现在我们非常明显的现象，可能你会注意到一个官员，这个昨天可能还是好同志，今天可能就是阶下囚，这个反差非常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有一些日常的党的纪律约束非常严格，那么在你犯法之前已经提醒你，已经约束你了，
就不至于你一直到了违反法律的程度。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如果还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但这个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那党纪要处理的。一开始就要用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不至于走到最后一步。党纪严于国法，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就。监督执纪理念的这一重大变化，带来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一系列变化。两次打高尔夫呢，都是用的公款，是不是？他这些次打高尔夫球都是被举报以后咱们核实的，还是有的次数他自己主动交代的？这两次都是啊，不存在主动交代。第三一点呢，这是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一次事务会，会议审理的是某中央企业领导干部在出差期间用公款打高尔夫球和住宿超标准的违纪问题。或许在公众想象中，中央纪委审理的应该都是贪腐大案，这样郑重地讨论住宿超标、打球吃饭一类问题，会有些让人意外。其实，对于案件审理室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也是近年来的新转变。这一类只需要基于党内清处分的案件，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事务会上。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我们现在工作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关注大案，就在遏制腐败这个蔓延同时，也要抓早抓小，实际上就是防患于未然，不要让我们的党员包括领导干部走到严重违纪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应该从长远来讲，它的意义比这个抓贪腐大案意义应该要更大。十八大以后，中央纪委把办案改叫纪律审查，把案件线索规范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这些都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而是体现了职能和理念的转变。2014年7月，中央纪委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做了调整。原来的五类处置标准是拟立案、出核、暂存、留存和了结，调整之后将暂存和留存合并，增加了谈话函询环节。谈话函询就是针对线索反映的问题比较一般，即使查实了，也就是做出一些轻处分或者是批评教育，像这类线索，或者还有一类线索就是反映的问题比较笼统，大多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主观臆测的这类线索，那么我们就做谈话函询处理。过去像这类线索有可能被搁置，而现在则会发函要求被反映人做出情况说明，或者直接约谈被反映人。按照党中央要求，被反映人所在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必要时要亲自进行约谈。我本人呢，就先后约谈了20多名省管干部，同时要求省委常委、分管副省长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也分别约谈有反映的省管干部，防止小毛病呢变成大问题。通过谈话函询，如果被反映人主动承认错误，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视其情节与态度责令改正之后，可以给予从轻、减轻甚至免于处分。如果被反映人否认有被反映的问题，并且说明清楚、理由充分，纪检监察机关将本着信任为基础的原则给予了结处理。但是，一旦今后发现被反映人当初的说明有隐瞒事实、欺骗组织的情况，将从重从严予以追究。
警示教育、诫勉谈话逐渐成为日常管理监督的常态，使大家认识到呢，不仅仅是这个不能贪腐，连最基本的这个八项规定的一些行为，这些纪律行为必须要严格遵守。我们在这个方面将来处理的数量可能要超过查办大要案的数量，这才是我们整个纪律建设的重点的这个转移。用好第一种形态，从第一道关口就防住，不让党员干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体现的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然而，这项工作在进行之初，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是小题大做。开始是有点想不通，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说翻一翻。万小宝是南昌市青山湖区审计局局长，接受了当地一名村干部送给他的一条香烟。不久，该村由于公务消费较高被调查，这条香烟由此浮出水面。区纪委为此约谈了万小宝，但万小宝认为自己并没有给对方办事，只是平常的礼尚往来。基层嘛，抽抽烟，喝喝酒，以前在这块大家都是很正常，感觉很正常。烟抽掉了就喝掉了，我反正这个东西我不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就感觉到无所谓。而区纪委工作人员则提醒万小宝，这样所谓的礼尚往来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今天可能没有事找你，但是我宴请你或者跟你维护好关系，那么在今后的某一天，我可能因为你是当权者，我可能就找到你来求你办事，那样的话是权力的一种变异或者腐败的一种变异形态。我们如果在现在就把它斩断，就不让它发生，这样的话今后这种变成这个腐败案件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经过约谈，万小宝在内心里才开始正视，村干部送的这条烟其实并不是礼尚往来那么简单。经过约谈我以后，我那么我对我的认识很深，我听说他们那个村里出了事嘛，我才感觉到是不是想叫我这一块能不能给他帮忙，因为不后我调到审计来了嘛。这村一级这一块，在审计这一块能不能关照他们，所以我很警醒的，所以那么对我以后后半生来说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目前江西省纪委已经将实践四种形态工作在全省推开，在当地纪委工作人员看来，这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作风，也是对党员干部真正的保护。四种形态我觉得是非常客观而且是科学的。小的错误如果那时候警示了、教育了、清处分了，甚至清处分了，甚至把他免职了，他还没有机会去犯后面的错误，是不是？他没有那个权利了吗？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光靠纪委一家是管不过来的。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党委才是责任主体。2013年11月12日，党的18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36条明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之所以做出这一重要部署，既是遵循了党章的要求，也是源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无数案例表明，一些党组织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省委、市委、县委、乡党委，就是各级党委班子，这是关键。如果我们把这个各级党委建设好了、建设强了，政治生态呢，它就会有一个好的，会向好的方面去变化。那么在党委当中呢，关键人呢，少数关键少数啊，那就是党委书记啊。从我们河南省来讲，第一责任人就是我，
所以呢，我们从我个人来讲呢，首先必须要带好头，严格按照这个各项党的规章制度啊，来推进我们河南的这个党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就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就要被追究责任。对于这样的理念转变，不少党员领导干部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当时感觉到很冤枉了，还要对我个人进行处分，觉得有点冤嘛。于国权是江西南昌市城管局青山湖区执法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2015年，他的下属中有两名城管队长、一名城管队员，先后被发现有违纪行为，包括收受贿赂之后选择性执法、向执法对象索要香烟等等。当地纪委在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同时，认为于国权作为主要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给予了他党内警告处分。于国权起初很不理解，他感觉到很委屈，他说我手下这100多名干部，他们违法违纪，我管不到，我也管不了。我说于局长，我们来这样考虑考虑，你想想你手下的这么100多号兵放在你的手上，一个个违法违纪，甚至成为阶下囚，你是否有内疚？你是否感到痛心？任何人面对诱惑，他都有可能会有贪欲。那么作为一个领导，你要怎么样的从制度上，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你要防止他们有贪欲，防止他们有犯罪违法违纪的这种可能性。经过多次的跟他谈了之后，他现在是认识到了。这次事件后，该城管执法分局建立起了一套针对性的制度，加强了对城管干部和队员的督查考核，并且逐级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现在觉得不冤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说主观没有去承担或者说重视这个问题，所有的事情呢可能就会流于形式。只有这个主体责任抓起来了，可能整个呢层级负责呢才会真正的落实到位。所以我就有起码有这种感触。从2015年6月到11月，江西省在省纪委机关和南昌市、上饶市、抚州市纪委等13家单位开展把纪律挺在前面试行工作。于国权的经历正是其中出现的一个典型事例。江西的试行工作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坚持既追究违纪者本身的责任，也追查他所在单位的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是否履行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下面这个干部犯了事，那首先是分管领导，他也是有责任的。教育不力啊，教育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啊，现在大家明确了。原来，这个主体责任不落实，最后，不管这个哪一级犯了什么事情，都要追到，就一级追一级，要追到他的头上。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立下的军令状，说到就要做到。8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39622起，处理18740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1913人。2013年至2016年8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98.5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7.6万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4.3万人，未来这个数据还将不断更新。政风反腐将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这也符合人民的期待。
这样坚持下去，我们中国就有希望了，而且不是这一代人的希望，是一代一代的，一代比一代更有希望。能够保证一套非常有效的制度，然后我们长期遵守，让官员好不敢去贪污，贪污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腐败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一直要抓下去，一直要抓，要抓到他这些腐败分子不敢动，这样就好了。政风反腐关乎整个社会的风气和环境，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饶文静是人民日报内参部记者，近两年他在和不少采访对象的接触中感受到政风反腐给普通人的生活，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我采访过一个叫朱宝举的，前年开始辞职创业，他为什么有这个勇气？他就是看到权力寻租的少了，市场环境好了，他认为呢，这样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正直的品行和勤劳的这种奋斗去实现自我的价值。我去年去过一个江西瑞金哈，当时的老百姓一句话给我感受很深，他说过去的共产党好像又回来了。这是一组不同国家的反腐败宣传海报，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腐败的本质就是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哪里有公权力，哪里就会有腐败的诱惑。可以说，任何国家、任何执政党都永远会面对与腐败的斗争。Well, corruption is found in every political system. So long as people are greedy, so long as people, wh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to enrich themselves, as long as people are like that, you'll never eliminate corruption. So 150 years after we began fighting corruption, we're still fighting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like everyone else in the world, will never eliminate corruption.I think if China is going to reduce corruption, it's going to be slowly. It will take not 3 years, it will take 10 years, it will take 20 years, and maybe even longer. So,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他的著作《双重悖论》以中国为样本，分析了经济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着重驳斥了一些人腐败是经济润滑剂的观点，指出如果不坚定地反腐败，即便在短期和局部看似对经济有所帮助，最终必然会影响乃至摧毁经济的发展。I think what's dangerous is you say the corruption is a lubricant, helps the economy grow, helps the economy function. If you think that, you tend to not.Try to do anti-corruption. So the alternative to not fighting corruption is worsening corruption. And I think you would reach the tipping point where that what I described as the double paradox would simply cease to exist, and China would look most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ere you have lots of corruption and little growth. 在魏德安看来，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视腐败，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第一天开始，他的宗旨就决定了必然始终态度坚决地反对一切腐败现象。我们的宗旨叫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如果说你手中握有那权力了，你拿这个权力不去为人民服务去了，为你自己服务了。为你的亲朋好友服务了，为你的小圈子服务了，那么请问你还是中国共产党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说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是水火不容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形成了强大震慑，也获得了人民的赞许。但是对当前的形势仍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是因为不能腐的问题，还有不想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是我认为是治本的东西。当然，治表是要为治本赢得时间，所以反腐败任重道远。回应人民期盼，建设廉洁政治，塑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把党规党纪立起来严起来，做到有纪可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用严明的纪律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蝇滩猛于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最是伤害民心，治理刻不容缓。本来上级那边宽，因为始终像你们是干部的小弟，我是三年没小弟。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侵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人民的获得感，伤害的是人民对党的信任。你挣钱都让你败完了，最有钱人存，没白活的最穷的存。反腐败斗争必须全面向基层延伸，让群众看得到、感受得到政风反腐的成果，把责任压实在基层，动员全面不如问责一次。永远在路上第六集，拍蝇成滩，敬请关注。